欢迎两位哈，离婚了是吧？对。啊，结婚多少年啊？21年了。结婚21年，离婚了。刚才小片里说您有一个二宝是吧？嗯。二宝多大呀？二宝不到2周。啊，不到2岁啊？对。大宝多大呀？大宝今年20岁。大宝都20了，你们俩还离了婚？什么时候离的呀？今年6月份。这个离婚的原因是您说的不上进，是这意思吧？我听小片里说，不像他说的那样，我咋能不上进呢？不上进怎么能生活20年？哦，不上进怎么能生活20年？反问的好啊！6月份离婚，嗯，您提的，嗯，我提的离婚。哦，现在您想复婚？对，当初干嘛同意啊？当时我有点大男子主义，有点义气，有点冲动，哦，那就答应离婚了。哦，就答应离婚了。嗯，这20年的婚姻生活当中，经常提离婚吗？就最近2年吧。就是最近2年，就是有了二宝之后，是这意思吗？在有二宝之前也有，但是不强烈。上面写的这个自由职业，这个自由职业是多自由的职业呀？嗯，以前我是那个有职业的，后来就自己出来搞一些小工程嘛。啊。都是跟建筑有关系的哦，所以在最近几年一直就没有做的，一直也在要债阶段。这个他的自由职业就是讨债，等机会花过去的钱，是这么个意思哈。好好好。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他特别懒散，生活的经济压力都是我一个人承担。哦，20多年都这样吗？刚结了婚还好点，过了2、3年有了我家孩子，他就生活变得很懒散。那也就是说有了大宝之后就不满意他？对啊。那为啥还给他生个二宝呢？也不是计划之内，也是意外怀孕啊。我也挺喜欢姑娘的，我心想以为生了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以为会他会改变。哦，结果他一直也没改变。您是觉得20多年您没改变的这个事儿有人会改变他了，所以要了二宝了？对。这个要完之后没多久就等于就离了婚了，是这意思吧？是啊，不到2年。其实结了婚2、3年，我一直有离婚这个打算。就是好多事情造成的吧。你比如我结婚，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为了家里面经济嘛，还在上班。结果那个啥，就是领了工资，我回去就快过年的时候就给他了。给了他以后，紧接着回他们老家过年。回家以后，他邻居叫吃饭，晚上就是他去了，喝到2、3点回来了。把我给他的工资一晚上就花光了，本来计划是第二天去我妈家给长辈买一些礼物，结果他一晚上就花光了。就从那一时刻我就感觉就是这个人挺不靠谱，没有责任心。我那个时候就起了离婚的那个打算。等于10几年就埋了个离婚的种子是吧？对，这个种子就一直在生根发芽，是这意思吗？对啊。我们那儿那个风俗啊，就是过年回家了，这是朋友弟兄亲戚们坐在一块吃了喝了，众人花钱嘛，本身那会儿这个经济收入也不太好，结果这儿自己一意气之下就没有控制住，就把钱花干了。哦，那这就回去以后，他就把这一点就一直记住了，一直就耿耿于怀。也不是单方面这个，感觉他结了婚之后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就是生完小孩，我孩子2、3岁的时候，我就去商场给儿子买棉鞋，冬天嘛。他朋友来叫他出去喝酒，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我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赶忙赶回去了吧，赶回去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面耍，他就把一个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那个时候我看到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感觉特别心酸，我说你对小孩都这么不负责任。我就做自由职业的，那么就是说有好多以后应酬这些信息以后肯定得通过和朋友在一块以后才能上。那我这时候我也给你打电话了，我说我要出去一下。那你也能等到我回来再走啊，小孩一个人多不安全，万一跑下去丢失了怎么办？也就是说儿子在2、3岁的时候您就自由职业了是吧？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以后搞一些个体。行，我这么问吧，结婚20年来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谁？我感觉就是我一直小孩生下没多久就一直这样上班，一直上班啊。咱们不说感觉啊，就是客观上是谁？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认同吗？但是我也有钱的时候，我也给家里头，就是我不是说每个月开支，哎呀，活不见3万5万的也给家里头拿。就是您是3年不开张？
对对对，开张迟一个月，是一年，每年就是到了年底结账嘛。我们不是搞这个建筑工程上干活。咱们非常客观的说，咱们今天不置气啊。这个男人给家里挣过钱吗？主要的是你还是他？反正几乎就是我一直在工作，他就是偶尔揽点小活嘛。我感觉连他自己都供不住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其实您认为一直是您在养活这个家的，是这意思吧？是的。